班哥啊，我睇到电视嘅影像咧，其实咧有啲唔安乐唔舒服啊，因为咧郑州咁大镬嘅。我知啦，先讲香港啊，有个爬山间专家都瓜咗。嗱，其实我好唔赞成呢啲人咧。佢廿几年经验啊，佢以为自己唔系你累人，拯救你嘅人员，你估唔辛苦啊？嗱，因为我即系我有亲身经验。嗯，你知道成名水同埋佢个大城石间系啊？你知唔知道平时冇水噶？一落雨就好多噶啦，试过冲咗啲人啊，系啊，冇即系讲唔系讲而家，系讲几十年前。我读书时代咧，我好中意大城石间跳来喺啲石上面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咁。但啲人睇轻咗，唔觉得嘛？嗰个水冲落嚟嗰种劲法，嗰种杀伤力。嗯，即系我哋嗰阵时，因为我哋好有印象，你知嗰阵时我都系。同啲都系嗰阵时系少少名校，同啲同学上成日玩噶嘛，系嘛？咩你系直情名校啊？即系嗰个读坏书嗰个议员就唔系，嗰个唔玩噶，嗰个唔玩噶。你同阿大声公系同一间名校啊？我哋后边成日上去噶嘛。系系，哇！即系我哋试过咧，唔有又有啲识嘅人咧，就俾人冲过，所以我永远都记得。系系啊，阴公啊！你唔好以為喺唔係欺山莫偷水，你千祈唔好行嗰啲石間，因為佢嚟嗰下咧好快噶，原來唔係你走唔到啊！即係好快嘅，唔好你，因為佢衝落嚟嗰下好快嘅，排山倒海。你以為已經可以跳到去嗰個側邊，錯。但係佢啲山洪一暴發咧，側邊都淹過曬。淹曬嘅嗱，鄭州咧，鄭州地塌啲都浸埋嚟。郑州三日内，系落咗600几毫米，620毫米。但系咁啊，佢其中其实咧600几毫米里边有500几毫米咧喺其中一日落嘅。系啊，你谂下几紧要？但系咧，我睇翻咧，郑州嘅气象局咧，原来过去咧平均每年夹埋365日咧，都系得600几毫米雨啊。系啊，所以佢哋话咧系千年一遇嘅大暴雨。千年我就唔咁讲，佢讲真系八年嘅啫，而且咧，佢哋系引证咧，全世界全球省会级嘅城市咧，系郑州今次咧系有史有记录以嚟最严重嘅。郑州系所有去呢个湖南啊、湖北啊、河南嗰、那个叫交汇点嘅最多铁路嗰个位嘅最多噶啦。咁但系咧。亦都以前是打仗是兵家必争的地嚟噶，系系啊，真系嘅郑州，古城嚟嘅，系。咁但系地下啲浸咧呢样嘢又离谱喎，系佢个疏水系统，人哋一早最紧要做咗呢样嘢，唔系啊，你要通知人噶，地下啲浸冇路走噶，大佬。咪而家浸到咁样咯，就系咁。冇路走噶。嗱，而家初步话有10几人死啊，但系。真系唔知啊，計唔掂啊！因為睇啲畫面幾得人驚啊，欺山莫欺水咧，真係難搞啊！咁仲有佢仲係嗰地下鐵咧，啲洪水，譬如香港地下鐵會唔會浸咧？感覺上有冇機會啊？唔会啩？你唔好讲到咁恐怖啦！好在香港地下铁，你唔搭地下铁，你惊咩啫？你几入嗰阵间搭地铁？你唔搭大佬，大佬一阵间我搭58去呢个坚尼地喎。58唔系地铁喎，唔系58系坚尼地啊嘛，大佬啊，你要去到地铁站啊？呢度衰啊，衰到冇地铁站。嗱，香港嘅地铁咧有相当部分系地上铁。哦，系喎，嚇呢樣好啲喎。其實以前地下鐵咧，你譬如日本咧，有防空作用嘅喎。係啊，係啊，你巴黎地鐵都係咁樣啦。係啊，係啊，嚇個防空作用，北京都係㗎，幾多環線咩環線都係有個防空作用㗎。喺北京啊，有個地下堡壘㗎嘛。係，地下城啊。係啊，好鬼凍嘅喎。咁夏天都好冻喎，身都冻啦，唔系地底都冻噶啦，真系。所以咧，即系你话两脚一伸直撞落地底就几寒啦，咁心都寒埋，三尺黄土，系嘛？系啊，咁唔系天灾都冇得讲嘅，冇得讲，真系冇得讲。点谂到落咁多雨啊？即系咁解。你点样基建？点样基建好都冇事。比利时都浸到阿妈明得啦，400几人啦，比利时啊。唔系估唔到啊！而家全球咧嗰个气候咧系反转咗，喂，直情系暖晒嚟。喂，
加拿大熱死幾、嗯、幾百人喎、啊，熱死喎、啊，熱死喎、啊。喂，最慘咧，五啊幾度未聽過。我加拿大嗰啲朋友咧，係啊，我朋友答翻嚟，冇冷氣機㗎，冇㗎，係啊。嗱，我以前試過，我有質疑，即係因為咧，我一次暑假咧去住咗一啲、啊、一段短時間，熱到我跳舞話冇冷氣。喂，我一年都係住熱兩三個禮拜，我冇理由裝冷氣㗎嘛。嗱，原來嗰啲樹木咧。大概超過攝氏45度都會自燃噶，即係自己燒自己。哇！唔係啩？我哋以前喺澳洲啊，點解無端端火燭嘅咧？以為放火。喂，澳洲喂，澳洲山林大火出曬名嘅喎、啊。所以你千祈咧，你嗰啲有錢佬嗰啲經驗教訓，即係你住喺嗰啲樹林側邊慢慢空氣好，你千祈唔好滯。嗯。分分鐘中招。哇！係。住喺海邊又唔好啊，太近海邊海嘯。唔系讲笑，一豪宅啊嘛，系冚埋你就冇啦。喂，喺大西洋岸边嗰啲人咧，嗰啲豪宅咧，收尾好多有钱佬挤啊，系搬咗翻走啊，大佬。哇，真系你讲笑啊，直情一起身冇咗个露台啊。你住跑马少小心啊，嗰两支嘢，我成日望住我惊噶，大佬。李嘉欣住嗰度。人哋嗰度可能系行宫啦，你真你讲人哋几住边度都得啦，你傻啊，你真系其中之一啫嘛，大佬，你估你啊蜗居啊，我真系蜗居啊，真系，喂，大陆好多人都蜗居啦，吓，日本都系啦，日本豆腐润咁细噶咋，日本唔系日本嗰啲咧，嗱，日本我唔要赞佢，系，虽然佢系好细间，但佢系。设计嘅嘢系好就手嘅，同埋好方便生活嘅，系 生活咧，你一定会系好舒泰嘅，好、嗯、多，而且佢制造咗好多嘅电器啊，好多嘅设备咧，系啊，系方便人生活嘅啊。虽然系咩，虽然系嗱，佢、香港嗰啲纳米楼啊，日本咧都种纳米，但系人哋生活都系好自然嘅，好舒服嘅，系啱啊嘛。咁澳洲系咪亦都系好自然嘅生态环境之下生活咧？到处系全对，因为澳洲系零零四四同五大州分开咗嘅，系自己一个生，佢、有自己嘅生活。其实好似世外桃源乌托邦咁。系啊，澳洲几多州？几千万人啫嘛，咁大地方得几千万人，三四千万啦，仲有好多个珊瑚礁都系佢嘅。系啊，好多未开发，鳄鱼多过人，袋鼠多过。嗰啲袋鼠真系可以踢人同埋打拳嘅。嗱，咁你好奇怪，全世界冇袋鼠，佢有，啱先？系喎，系喎，呢个真噶，唔系讲笑啊！咁全世界都冇熊猫啦，喺中国有，即但系好奇怪呢种袋鼠，但系袋鼠咧，你又唔好咩？佢可以同啲人共存噶，唔系啩？佢唔会话我，多啲我杀袋鼠冇，唉，真系啊！我仲有同你倾一个问题，你有咩问题呢？我今日睇报纸话产生咗七个超级状元。哇，系啊，唔系，七个状元里面有三个系超级状元。咁你知咩叫状元嘅定义？状元咪好巴闭，考试最叻嗰啲咯。中学啫，中学考大学，即系嗰啲读放榜叫状元。哇，咁人哋已经好巴闭。喂，以前都系放榜噶嘛，我考进士咁样。你讲得啱，县市、乡市同埋电视，你就讲得啱啦。电视第一嗰、那个叫状元，系咦？探花同榜眼咁点啊？嗱咁嘅，嗯，旧时即系咧，而家报纸话嗰啲咩五个状元系假新闻，即系唔系啩？系啊，哇！喂，大佬。吓咁冇考证啊！有考证得噶？喂，考试局自己咁讲，傻噶！那个考试局都傻噶，你明啊？考证下啦，咩叫状元啊？大佬，唔好乱噏啦。咁最叻嗰啲嘛？我哋只能够话有五个优才生，唔系七个优才生，系系系。啊，有三当中有三个超级优才生，唔系我讲状元。状元你讲咧，你讲到啊，乡试、殿试，殿试就话喺皇帝面前考完，系系系。通常皇帝咁噶嘛，家权，俾头嗰几名我睇下啦，即系俾皇帝点啊？系揾个朱砂笔一点，系啦，嗯，即系俾呈上皇上钦点金科嘅状元点一个啫、啊？
点解咁多状元啊？傻，仲有你都大学都未毕业状咩元啦，大佬都未用读完大学。喂，以前读完中学考完会考咧，嗰啲成绩登喺华侨日报同埋星岛日报嘅，大佬好巴闭嘅中学毕业。系啊，但系都唔能够用状元个名咧，即系用滥用咗咯。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状元得一个，永远是的嘛。咁你乡试考完之后，殿试再去考殿试，唔系院试先。院试搞，咁你唐伯虎咁叻都系解元，唔系状元，即系乡试第一。是啊、但系唐伯虎有好多女人中意啊嘛。咪乡试第一就系解元，点会状元咧？嗯啊，但系状元咧就喂。你即系我哋嗰叫做三甲啦，即系嗰几个最好嘅，俾皇帝一个唔觉意加权个样个名衰唔点佢，喂真系会噶喎，系啊真噶，因为睇名噶，睇名嘛吓，即系但系以前听讲咧，有啲宦官咧、啊、就摄一啲卷落去，嗯，咁样摄落去咧就当呢个系咁样，诶、就博皇帝咧圈错咗，系嗰、那个诶。呢、這個有一次係皇帝咧就點名，嗰、那個叫做唔記得咩王啊，唔知吉誒唔係清朝明朝嘅，宏力啊王叫咩啊？滴一滴朱砂滴錯咗，滴咗嗰度，皇帝話咁就咁當佢係咯。即係拎起支筆諗住圈啊嘛，係啊，濕得滯啊，係係。嗰啲就因为皇帝咧举手不回噶嘛，举手不回，滴啊，可能呢个系呢、這个，哎呀，冇所谓啦，就呢个咧咁好乌龙噶咋，所以有阵时咧考试都冇乜个即系咁大压力嘅吓。咁、啊、你阿菲菲考咗咩啊？嗱，系咪七名之一啦、啊？全港七个状元啦、啊，系啊，佢排第八啊，排七千。听你个眼神咁开心，唔系咁简单嘅。排七千，十名之内啊，真系。哇，黐线嘅，十名嗰啲全部好叻嘅，真系七千之内。咁十名之内使唔使翻去点灯啊？吓、啊，点灯？翻乡下点住灯？高中，高中。唉，唔系而家咧，见到咧，你嗱，头先咧，我坐车咧，嗯，哇，真系好频扑啊，落大雨啊，系啊。真係頻撲啊！啲人咧，即係有啲亂招嘅，唔知又嗰啲咩樣咧？因為咧，今年咧入學個門檻低咗啊，因為小學生啊，於是咧啲人咧心紅啊，唔夠成績嗰啲咧都搏下去一啲咧所謂神學系，即係神系、神科、神系，嚇、嗯，即係話嗰啲最多人搶嗰啲搏搏啊！嚇，真係啊！係啊！唔係，咁你零公子考到咪好咯，咁你咪放下心頭大石咯，係咪啊？但係我就抱咗個石頭抌落自己腳嗰度咯，係、哎、真係唔容易。咁咪讀咩啊？讀醫科定法律啊？睇下有冇呢個環境清潔科。哇，好啊！呢、這個科新科目嚟，環保啊！唔係，原來眾生咧係叫做 biochem， 即係咧係點噶 ？biochem 即係咩？生化，但系嗰啲生化唔系生化危机嗰啲啊，系嗰啲DNA 啊嗰类嘢啊。你睇人哋黄，你睇人哋黄局长评分几高，因为唔使点做，最紧要唔好出声。系啊系啊，焗住嗱，你唔好话李家超吓咁、啊、样评分咁低，咁要平步青云喎、啊，吓、啊、政务司司长喎、啊，啱开咗个位冇计啦，食咗个饭。最紧要一个人出去行运啫嘛，你咪即系嗰条友点皇帝个厕所滴咗落去度，明明都唔系选你，滴咗落去算啦咁样。哦，你意思本来就唔系拣李家超，滴错咗。我冇。哦，你大胆啊，八哥。人哋唔系状元啊。系系系。如果一个官场，唔系佢冇状元、啊。唔系嗱，你听我讲，如果一个一个位嚟计咧。即系如果讲系一个朝嚟计啦吓，佢系属于首辅啊，即系张居正个位啊，大佬。哇，张居正个位啊，个位啫，首辅啊，大佬。但当然唔系呢个地方嚟嘅啫，即系等于知县嘅下边。乜嘢地方啊？林郑月娥话自己系中央官员啊，特首原来中央官员啊，我第一次听咋。唔系，所有都系中央官员嚟噶。嗯
中央噶嘛，由中央落噶嘛，钦点集权噶嘛。哦，嗱，我唔做得你话集权嘅，中央集权啱噶，全部都中央噶嘛，你唔系咩？我唔系，我系中央街市嗰度出嚟嘅，你唔系你系中央集中营。我哋其实呢个好近集中营噶，咁你咪想试下？集中营真系以前真系喺嗰头噶，系咩？喺域多利道啊，域多利道系，而家冇啦嗰度，冇咗啦，变咗呢个芝加哥大学嘅经济学分校噶。嗰度其实系咩嚟嘅咧？系一个会所嚟啊？唔系，分学校嚟嘅，学校嚟噶，系啊。芝加哥大学香港芝大即系，系啊，芝大即系出名嘅张五常。母校，母校冇错啦。哦，诶，即系芝加哥大学咧嘅经济学系咧，出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家噶喎。系啊，吓，咁你有冇喺度读过啊？我行过，你成行过啲。诶，大佬啊，我读书读屎片嘅，唉，即系咩叫滥竽充数啊？嗰班唔够人，诶，好啦，俾你读埋啦，咁样嘅啫。真系啊？系啊，梗系啦。咁你嘅咁有成就，新闻天地都有几千人听，现场。我哋唔系净系读报纸，我哋系解读新闻。唔系，其实读报纸几攰嘅。你见到我哋几狼狈，真系几攰嘅，大佬唔系讲笑。仲有咧，我哋因为戴住口罩咧，真系辛苦啊！话你啲呼吸声好大，因为焗住咗啊嘛。所以咪有呼吸声咯，我哋想咧，跟住咧，因为不停咁讲嘢咧，成个口罩湿晒咧，系封住咗咧，唞唔到气嘅。其实咁你做完嗰两个钟头换一个，有冇换口罩？冇，唔系我哋每半个钟头揾纸巾索一索，索一索，系索到湿晒喎，成张纸巾。唔系啊嘛，系啊，依个我冇呢种经验。一阵间嗱，你见过我而家都有啊，吓，即系索一索，你成张纸咧透明噶。系啊，因为索晒入去啲水，冇办法啦。我哋抛个身出嚟嘅，唉，咁因为咧有啲人就话：，喂，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声唞气啊？我话我都想嘅咩，唞唔到气嘛，唞唔到气先大声唞气啊。但系咧，今朝啊，班哥，你可唔可以离咁远啲咪？我咪要大声啲咯，系咪？喂，仲要大声啲。喂，今朝咧讲移民嘅话题咧，好多人打嚟，我听唔切啊啲电话。听日再听，原来咧大家一肚苦水啊！移民，移民唔系今日发生嘅啦。诶，但系呢一年咧系好厉害啊嘛。咁点啊？个个离愁别绪咁样啊。咁你走唔走啊？我啲贫贱不能移啊。你唔系讲真啊？走稳定为替你个位喎，大佬，我要 Janet 啦。Janet 啊，收到啦！Janet， 你真系嗱，即系同嗰两只嘢讲咧，真系争几远啊！你新抱仔讲嘢几清晰啊？条理清分咩清楚啊嘛，系嘛？佢起码讲到嗰样嘢系嘅前因，同埋咪点解要做啲咁嘅嘢？但系唔紧要啦，唔好赞咁多，你骄傲。咁唔系喎，系嘛？啲后生仔值得骄傲嘅就骄傲喎。咁女仔系心细啲嘅，特别呢只嘢咧系心细如尘。冇啲只啊嘛，啊呢、這个呢位啊嘛。啊呢，我想知咧咩何亨 send 咗美国干系咪可以出啊？干旱啊！哦，咁啊出咯，出啦，出啦，俾我哋睇下。美国就冇水啊，即系美国都冇水啊，干旱啊嘛，咪冇水咯，大佬。系啊，佢话咧冇落雨，同埋开始制水啊。哇，惨啊！即系佢喺边个州啊？好似喺加州啊嘛？啊，加州啊？哦，咁依加州近你圣地牙哥喎，圣地牙哥喎，三万市啊！哎呀，咁你家乡都咁样样？唔系啊，嗰度嗰个大峡谷系咪咁样啊？